大家好，我是旭哥沃克兰，欢迎收看旭哥手游攻略。那这是《傲奇传说》最新的手游，旭哥来做最新的攻略啊。那旭哥这一集要分享这游戏最全的礼包嘛，还有详细的兑换教学。那转蛋要梭哈了，这个周末娱乐、中秋节的娱乐啊，梭哈给大家看，将近100抽。那这一次呢，有中这个 T0 的神角啊，这个 SS 级的最强输出女角入手啦。那大家可以爽爽的看这一集，非常娱乐的一集。好，还没订阅频道呢，记得订阅频道，随时观看旭哥手游攻略频道各种最新的手游攻略，还有礼包码、礼品码、兑换码、游戏的虚宝序号独家最新。好，那旭哥来讲一下这游戏最全的礼包码，还有详细的兑换教学。那最多组的礼包码都分享给大家。首先点画面右上角这个福利的选项，点进来之后，我们点画面左上方的这兑换码，这边就可以输入了。那这个福利呢，你必须要就是先推主线才会出现，大家注意一下，主线要先推就会出现在右上角这个福利，点进来之后点左上角兑换码。好，那我们就来输入这个礼包码了，最全的礼包码都在旭哥的频道。好，我们看一下这个第一组 AQ， 然后0908，这个 AQ 0908大写的，按这个兑换，这可以拿到这个10个经验果，然后金币88888，还有这个300钻，以及这个宝岛风情，这个好用的东西都领起来。AQ666 按兑换，这可以拿大经验果，还有这个10000的金币。再输入这个 AQ， 然后777 AQ777，那这可以拿到哦，传说的神角哎，免费拿传说神角，陌生守护汪善。哇，这个不错，免费拿到这个传说神角 S 级的，好用。好，在这个 AQ 888 AQ 888按兑换，这可以拿到这个大经验果，还有100个钻石。好，那目前有2000多钻了，那我们就来爽爽的开抽吧，来开抽一下啦。那有这个九折的十点，我们买一下好了。1350钻石买一下，获得这个10张神幻卷。我们有2000多钻，再加上目前大概差不多加一加将近百抽啊，我们先来抽一下，抽起来，先抽个十连。那第一个十连，哦，好像有中好东西的感觉。来，第一支，第二支，3、4、5，哦，妹子，爽。哎，中了传说的这个天眼朱雀啊，哇，超爽！哇，这个魔法输出超杀群攻啊，真的超杀，而且是妹子很香啊，又有巨乳加黑丝，真的赞。好，天眼朱雀，好，这个传说角入手啦。哇，第一个十抽就抽的不错哎。好，有一个传说角。好，那我们再来。再抽一个十连，来看一下中什么。哦，哎，这次好像也会有不错的东西的感觉，有这个预感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，哦，这次抽到一个紫的，然后两个星角。好，那我们来抽一下这个普通召唤，我们这边很多钻，这个转蛋券可以抽，再抽一个十连看看，来吧，3、4，哦，有妹子，哎，紫色的，哇，紫色的，有功夫熊猫啊。目前中了4个紫色的，也还不错。然后有6个是星角啊，再来。而且这个好像有保底，刚才旭哥看他下面有写，再10抽呢必定会中这个传说角。好，来。哇，这个界面蛮爽，抽转蛋就是爽啊。这个跟大家娱乐一下。哦，中了一只紫色的。好，那我们再抽一次，这一次10抽呢必定会获得这个传说，它有一个保底，我们来抽一下，
可能会中什么角色。有一个金色的光，这个应该是必中传说的吧？这个紫色的。哦，来，传说角。这一次，传说的这个不败传说新蓝龙，水系输出连续出手。哇，这个不败传说啊，中了一个传说角，真的蛮帅的。那有三个新角，还中一个新的传说角，哎，真的爽。那我们再花这个300钻，再补一个10抽，再来抽一个10连呢、啊，抽了将近100抽，哎，好像有金色的光，哎，这个是不是有传说角？我们看一下，紫色的。哦，有，真的有传说角，有这个金光就有传说角。哦，是您在叫我 ？S S 级哇！哇，超强的，这个应该有 T 零级了吧？这个梦蝶潘多拉，这个超强超杀，他都写超强超杀了，攻击敌方全体啊！哎，旭哥中了这个算是 T 零的吧 ？T 零神角，这个超强超杀的梦蝶潘多拉 S S 级，哇，真的超强超杀，超爽啊！哇，真的 T 零神角入手了，哇，真的入手了，爽啊！那转蛋好像也抽我差不多了，有没有什么召唤可以抽一下看一下？哇，这个也抽太爽了吧！那我们再来单抽看看。哈哈，蝎尾杀蛇前来报道。蝎尾杀蛇，用单抽的。幻兽，没看清脸。我可以靠近点吗？你好，中了一个这个超能水圣主银，哇，这次抽的超爽。好，任务解决又赚到这个400多钻，我们又可以再来抽啦。再来抽一下这个初代宝石鸟。我的眼睛，那不是宝石做的。继续抽啊。齐天大圣听过没？好，再来祖先，连抽一下，哦，又是你的这个传说精灵啊，来手抽一下，我们来看一下，哦，来吧，第一只、第二只、第三只、第四，里外妹子，哦，又一个妹子，不错。好，那这一次的战果不错啊，有这个最强的 SS 级的这个传说梦蝶潘朵拉入手了，真的很爽，超强超杀，攻击敌方全体，他的这个攻击呢是 SS 级的最强的攻击手，而且又很香啊，这女角真的好香啊，又有美腿。好，那这个最新的攻略就分享到这边啊，大家记得订阅旭哥频道，看旭哥手游攻略，那我们下一集攻略见了。